时间就是2015年了，嘉义市政府抢先公布了跨年晚会的卡司，有13组艺人团队演出。炎亚纶紧握麦克风，闭上双眼，唱得陶醉，台下观众一个一个举起手机猛拍，迎接2015年嘉义市府跨年晚会，压轴明星正是炎亚纶。听完抒情歌，还有动感歌曲。李威峰、赵牌哥一首接一首，粉丝们随心捧场，一路追到嘉义，迎接新年。市府公布跨年晚会卡司，炎亚纶、李威峰先暖身，当天5个半小时，超过13组艺人，还有摇滚乐团831。最特别的是，8点档《世间情》男主角亮哲首度参加跨年，就献给嘉义市。今年的跨年晚会啊，特别邀请大家非常熟悉、大家非常热爱的非常多的大咖，特别是今天我们亚纶跟嘉峰两位一起来，我们相信呢，为今年跨年晚会展开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序幕。偶像男星、歌手纷纷就位，相约市民2014最后一天嘉义市府前嗨翻天。三立新闻嘉义综合报道。